妙乐星，别忘了一会儿去倒垃圾。你去了，反正一会儿你都要出去的。那是谁吃了那么多零食，弄了那么多垃圾？哎呀，但从事情的根本来说，那些都是你买回来的。那是我辛辛苦苦赚来养你们的钱，是你自己决定要生我的。哦，笨。你好，我是大帅哥小行星，你能当我的582吗？别挂断呢，拜托，求求你，我已经跪下了。拜托，求你了吗？我们就要一个。老爸，吃饭了。又来了。玻璃，你就能感受到太阳白白的温度。很简单，我们相互轻轻打一下，就好像这个样子。你的击打结束，真的被我打了。现在开始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要努力，要奋斗，要经得住考验，不停的学习，不断的学习，不顾一切的决策，一切都是为了学习，干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学习，为了学习一切都可以抛弃，为了学习一切都可以放弃。你们要真的坚决，要记住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没听清？那我再说一遍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要努力，要奋斗，不停的考验，不停的学习，不停的学习，不停的学习。我要把他们都搬回家。